Uncle 369 present. Swallow.
我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？听说你最近很孤单，有点乱，有点慌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，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，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，我们不适合，也不想认输，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不常解释，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。
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，痴情的包围。I'm the D-E-V-I
Ah,
Thank you.